哇，你当乌鸟阿舅？乌鸟阿舅，这个是我啊。你唔知哦，这是纪元姑专用的呢。家里跟我讲过啊，以前纪元姑要偷偷从卢平来出来的时阵，一定会用乌鸟阿舅来做暗号。OK。真是啦，我骗你要创啥？今明仔日要卖货啦，等下工作就要跟你妈妈带返去啊。喵。小细声，较大声呀！喵！那有猫在叫啊？而且我叫还这么歹听。奇怪，我没看到猫呢。哎呦，我根本，没啦，遐强庙呢，哪有可能有歹命？没有这款代志啦。哎呦，好，阿弥陀佛，开始啊，你哦，你唔通来找我啦吼，我即马咧烧金纸，互你安尼吼，你摕去卖包我食啦。哎呦，莫来找我，拜托。哎呦，我愈想愈唔对呢，如萍啊，你是烧好阿伯啊，哪袂烧好，莫烧啊，进来转啦。这个回军的，喂，什么代志啊？哎，三太，死啊啦！你这么是安怎？接一下电话，你嘛要纠缠我死啊？哎呦，不是你啦，是如萍啦。你讲啥？我跟你讲哦，如萍若是真正有什么三长两短哦，你得陪伊做伙去陪葬。伊无什么三长两短啦，伊有意思。是安怎？唔着紧讲，讲个清楚。伊落跑啊啦，我只是要陪去烧香，啊，哪会知影伊会走出去啦？江慧君啊，你要带我离开？去倒位啊？去一个杨总裁找不着你的所在啊？厝郑全英替你找好啊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等下就带你过。妈，这有什么好丢丢啊？阿公，你不愿意跟我做伙走？我当然愿意啊！会当跟你住做伙哦，是我的心愿。也不过，杨三太无可能遐尼简单就放我走呀，一定会想办法找到我。啊，那无，伊妈一定会来对付你的。我才无你惊嘞！我再讲啊，阮风寒创头也不是好欺负的啊。你若真想要对我安怎，再来话个。郑渠，我真正无希望看到恁安尼互相伤害。虽然三太伊限制我的自由，也毋过讲安怎讲，伊照顾阮爸家遐尼侪年啊，也够明月啊，伊嘛因为我的关系，甲伊当作是亲生查某囝同款对待。虽然我毋捌爱过伊。也不过我嘛无法度真正去挽回伊，因为伊甲我同款，拢是互爱即无爱可怜人啊。妈，迄根本就无叫做爱，伊只想要家霸占地嘛。伊不准任何人来接近伊身躯边，就连我这亲生后生都无用的。伊头根本就混过啊！你是继续留伫遮，伊都会伤害你。我拜托你，甲阮做伙离开啊！而且，伊继续强求永远得不到的物件，最后干来害家己受伤尔。